摩拉维亚每日箴言，为每日生活注入美好勇气。诗篇103篇15节到17节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。罗马书5章2节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我们一起花些时间来默想这两段的经文。人靠自己无论做什么，在他眼前终会化为乌有，唯有你才是完成者。若没有你美善的引导，所赐给我们的年月将随着衣袍陈旧丢弃。